的学历，那可以说大家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所以何伯文他过去呢，他把他的硕士学历登在选举公报上，那今天他想要跟大家说，嘿，我现在没有登哦，所以不算是学伦问题。那今天何伯文他自己论文抄袭已经被淡江大学判定学位无效，请问你要不要退出立法委员的选举？我再问一次，何伯文，你过去说蔡碧如论文抄袭要辞立委，你能不能秉持同样的标准辞掉现在立法委员候选人的身份？那么赖清德总统现在号称他们是这个美德候选人，但是看起来我觉得应该他不是美德而是没德啊。那么这个部分的话，也是希望所有的选民都能够看清楚啊，就是民进党他们在推选他们的各方面的决策。